我翻嚟纽约咁耐啊，今日先至将个客厅执靓佢。呢幅画咧系我买呢间屋嘅时候，入伙嘅时候啲亲友送嚟嘅，系纽约嘅布鲁伦桥。我今日终于将间屋执到好企理啦，我认为啫。我将客厅嗰啲杂物咧就搬晒落去 basement 嗰度。即是土庫啊，這個是我客廳的電視機。這個是我兒子的電腦。我只猫就好开心啊！你睇下，而家多咗好多空间俾佢活动。梳化椅都执干净啦，呢个系我摆喺客厅嘅电脑。如果而家有朋友嚟，可以喺呢個客廳度